因为你不上网骂人，所以你是错的。因为你不上街抗议，所以你是错的。因为你只会静静努力，你抢不到麦克风，所以开放变成错的，讲理变成错的，忠厚变成错的。但民主是台湾的，不是大声公的。他们抢走了你的声音，但是抢不走你的选票。这里是台湾，不吵架的人也有巨大力量。握紧手上的选票，11月29日，让我们静静地大声说话。